的时代，你们的小可爱放学了，我们要去超市购物呀。爸爸，忘带布料那个袋子了。没关系，放你书包里吧。我看一下啊。放，不是，我说直接把买的东西放你书包里，我们就不用拿那个塑料袋了。行。这样子环保。塑料袋。嗯。是。哎呀，怎么突然流鼻血了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好好的，肯定是上火了。这样子吧，走吧。我就一个，没关系，我们先买了东西回家吧。行。我给你擦一下。老流鼻血。你抠了一下吧？没抠啊。哦，那个应该是肯定是上火了，走吧。我没上火。走。粉色的鼻血。嗯。妈妈想吃这种手抓饼，给妈妈买上一些吧。好，走。这手抓饼特别的好吃，对吧？对。冰淇淋我要买一个尝尝。都这样子了，还买冰淇淋？我要买。哇塞，这好多冰柜呀！你看这个。我这是鲷鱼冰淇淋。还有这个。草莓冰淇淋。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这个，还是要这个？你推荐给我吧。这个里面是芋头味的，香芋味的。这个里面有好几种口味。这个是哈密瓜口味。这个里面有，这是国货，我们中国人的。行，那我们就吃这个吧。好，走吧。来，回家。回家。我们的这个鸡蛋全碎了，导致到透两层膜的。对，把鸡蛋底下全碎了，待会得给它整理一下。好恶心啊！可不是嘛，小伙伴们一定得注意呢。对，我在洗鸡蛋呢，小伙伴们要记住我的惨痛代价呀！我的鸡蛋损失了五个。小伙伴们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没有粉丝的鸡蛋。这是我刚才洗了一遍。对，我们洗了的鸡蛋，你看，这是已经毁灭的鸡蛋，一个鸡蛋，两个鸡蛋，三个鸡蛋，三个鸡蛋，四个鸡蛋，五个鸡蛋，一共损失了五个鸡蛋。小伙伴们要记住我们的惨痛代价。等到了我的美味冰淇淋上场了，我教小伙伴们一个特别好吃的方法，我们先把冰淇淋给打开。哇塞，是沙沙冰淇淋。哇，来，我们今天晚上来做一个冰淇淋。行，这个美味的冰淇淋太多了，我们不能吃完，我们就拿这么多酒出来就行了。你如果不下来的话，我就不客气吃它一颗。这是你的。嗯，很美味的。嗯，三种口味。过来，盖上。划重点，小伙伴们快来！这个是我的威化饼干，什么都可以哟。然后呢，我们先用拳头给它敲碎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给它撕开。到喽。给它搅拌一下，我来，我们来尝一下吧。嗯，看刚刚什么感觉，现在又是什么感觉？哇塞，嗯，现在这个冰淇淋比刚刚更甜了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这样子好吃还是刚刚那样子纯冰淇淋好吃？刚刚那样好吃啊。嗯，不对，是现在好吃。不错了，哇，这样子既能吃到那个威化的脆脆，又能吃到冰淇淋的冰冰甜甜，是吗？嗯，就是威化，这个是白色的，对，那这个是我们吃的那个巧克力的。棒，夏天吃冰淇淋，小伙伴们可以尝试我这种方法，可以往冰淇淋里加些饼干，尤其是这个威化加威化特别的香脆，浓浓的奶味。对，爸爸你也吃吃，我要写作业啦。好，我也吃一口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这个
哇，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嗯嗯，点赞满分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一个强烈推荐哦。拜拜。